来问一下郭恩啊，为什么你这么因为像什么伤心啊？暴雪人霜。我感觉你说好吃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做到糖为什么不给洋洋吃，让自己吃呢？这糖是我。他有病。怕你好多了，这个问题下一个。下一个。看领导。那个。你要管接的他们。真的吗？能和你采访。请问一下李博文老师，那个给家媒体的，对吧？谢谢。给家媒体，给家媒体。我选一下，采访观点吗？我是这个一城俱备。然后采访二位老师，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个李博文老师，你是怎么人找的这么高的？为什么尊重媒体点嘛？为什么长这么高啊？